一个人静下心来走在镇海寺几百年的石阶上，内心不由地感到老古人的建筑智慧与伟大创造。看着身旁耸立的镇海松涛，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绿树成荫，每踏上一个石阶，心情是那样的舒畅，那么的宁静。镇海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庙，因山下的镇海塔而得名。五台山原有124座寺庙，99座清庙，25座黄庙，我们今天的镇海寺也就是25座黄庙当中的喇嘛庙。镇海寺一共有三个大门，中间为空门，是善男信女们拜佛所进的，另外两边一个是龙门，一个是佛门。您真正的了解过镇海寺吗？关注我，我们下期不见。抖音。